灯会已经开始了，我不能再等下去，得尽快解决金水帮这帮老鼠。既然来了，那就别走了。哎，大哥，小心点！放了我们，不然我算了。韩月，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？这个女人是谁？她凭什么跟你一起点灯？ 投胎给我，不自量力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是卓少主护着的人，我爱打谁就打谁，看什么看？再看我抽烂你们的脸！你曾在现场落下过一块水波纹令牌。 这块令牌代表什么？它与你父亲又是什么关系？跟他有什么关系？那东西是我捡的，觉得稀罕就拿着，不知道代表着什么。他隐藏身份这么多年，为什么对真实身份供认不讳？说到其他信息却又语焉不详。灯会，河边，孤身来到僻静处。 难道雇佣真的找人替他儿子顶罪？不是顶罪，是混淆视听。他想先我们一步找到孤山。那真的孤山去？糟了，上官真有危险。上官真没跟你们在一起吗？不是去找你了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被雇佣给骗了。